我们家都很贴，你知道吗？我女儿那天呢、啊，还要帮忙搬沙包，一搬沙发掉。我们沙包很重，起码20公斤啊，十几公斤而已。25公斤一包。怎么那么重？哎呀，那个谁？那个谁？他那个去哪里？谁呀、啊？另外一个呢？那个。郑。郑丽芳。郑丽芳呢？郑丽芳她去今天去拓卡亭。拓卡亭呢、啊？嗯。拓卡亭哪里啊？医院在拓卡亭。母女好，很长啊，在拓卡亭那边呢。哦。他去那个医给弄了看，给谁看？是水的上槽。来，大家都来。阿弥陀佛。来。早来的先搬椅子扫地。今天水很大哦。水好大哦。阿弥陀佛。对，小伙子，那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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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小伙子，那